稍微扫扫扫得到。不是，你现在怎么倒的？青铜铃吗？啊、哎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离开曹妃甸的森林公园，青铜铃，我们往青铜铃走。哎，其实那个地方我去过，嗯、脱了吗？那你别穿的外衣啊。脱了。是啊，穿个短袖就行。啊！现在我和老李又重新决定了，刚才突然我的决定，老李的决定，我们先上白洋淀。老李的决定。嗯，对对，那我们就去白洋淀了，回来再说吧。我们进那个，先进县和府去放放狗，放放放放妞妞，放放妞妞。去不去？所以啊，不去，不去，你去，你是停在哪儿？停前面去。好，停这儿就行。嗯，停。你放一下妞妞吧。哎呀，好，这妞妞，放一下妞妞。他听懂了。哎，放妞妞去吧，去吧，从这儿去，从这儿，从这儿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哎，下去吧啊，下去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对，摘下来。啊、哦，我们来把这个帘儿给摘下来。来来，你把那个帘儿再摘，我就不下去了。我们上车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纱网给，没摘纱网。我把纱网搁兜里了，这个扣手里。哇，这么大风啊！啊，我们走的是沿海高速，路上的这个高速公路车不算多，和平时差不多，没有一种就是节假日堵车的现象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，这个节日还没完呢，最后两天了，最后两天了。这是沿海高速，这个海水啊是搞养殖的还是晒盐的？你反正是干啥的？师傅肯定是你反正是干啥的？不知道干啥？不知道是干啥的？晒盐的，那边一大堆盐，白盐。是晒盐的吗？看到了。那一堆都是白盐。不是吧？行了，就停这儿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刚才睡着了。哎，睡着了，老李就进了。老李没睡着。老李进了这个服务区了，他让给我休一会儿。要不你上我这你休息吧。不如你打开水去，我冲点咖啡。先把车关掉，关那个空挡。真的？哎呦，哎，你把那个什么弄点开水去吧，好吧。先眯一会儿吧，眯一会儿再去。啊？眯一会儿再去。现在我你先眯会儿吧，一会儿再去进来看一看。俺们先开水，鸡排、鸡腿儿，啊，来一个，来一个汉堡。这个汉堡，一个鸡排，一个汉堡，这么慢的、哦？鸡排16。啊，来一个，啊，来一个鸡排。吃辣子吗？吃着啥都吃。那个、这个肠是怎么卖的？来来，再来个肠。行，一个鸡排，一个肠啊。对，再来一个汉堡。哇，43。哎，43。好的。16。啊。买啥来着？给鸡排。拿个鸡排，我吃个肠。来吧，这壶拿着来。买这个，买这个。你吃汉堡吧。我刚才。我也喝啥？哥。哎。这是鸡排吧？哥。看全鸡排，看大家人吃的鸡排。我去喝点水，吃饭。买鸡排。鸡排那啥呀？那宝。吃饭人也多。
这个应该所有服务区都多。嗯，对。你听着哈。嗯。都多。服务区这个，服务区现在是小吃最挣钱的时候了，都要吃饭。休息完了，我们也，哎，这一身汗，哎呦，这帽子。咖啡也喝了。现在我们就走，出发了。嗯，吃了点东西，喝点水。呦，滑玻璃，把车滑玻璃滑了。玻璃干嘛？喝点咖啡。嗯。这个服务区的人不少，来那个什么，在这吃饭的、休息的，包括大巴。哇，真是放，真是大巴肯定多，旅游哦，旅游嘛，这个人挺真的不少。但是目前啊，我们有发现这个。高速公路堵车的问题。啊，我们驶出服务区。